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继续和同学们交流学习第六品经文的感悟。感悟五：大道就在平常中，老实念佛，暗合道妙。 黄念老这样告诉我们：“净土法门很平常，大道就在平常之中。可惜人们不知道，总喜欢玄妙，不知道越求玄妙就距道越远。老实念佛，暗合道妙，自自然然就能从世痴。” 打理池，即凡心成佛心。念佛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呢？因为念佛是暗合实相，实相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，这不就是暗合道妙吗？可惜知道的人太少了。夏莲老感慨地说。 道在平常中，惜君未消此。说说我自己的感受。我二十多年学佛很单一，就是听老法师讲的《无量寿经》，念阿弥陀佛佛号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念两个咒，一个是大悲咒，一个是往生咒。 这两个咒不是特殊情况，我是不念的。我为什么当年选择一门深入尝试新修，有两点原因：一是听老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半年以后，这是我听懂的第一句话，可能是先入为主吧；二是我掂量一下。 这个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笨，多了我整不过来。这个只整一门行。前两次复讲时，对暗河道庙只是讲了，没有切身体会。这次写复讲稿，我有了新的突破，我和暗河道庙对上号了。 怎么对上号的呢？我又亮了一个灯泡。我每一次亮灯泡，都是一次暗河道庙。记得我写给师傅的最后一封信，信的最后，跟师傅说了几句悄悄话。我告诉师傅，我好像开了一点点小智慧，自我感觉。 不像以前那么笨了。现在师傅老人家走了，我无法考证，是不是因为我念佛真诚，有点接近暗河道庙了。不管他，继续老实念佛，总有一天会暗河道庙的。感悟六：修行者。 多如牛毛，得道者少如麟角。因为我不跑道场，出名前我是默默无闻的，一个人在家听经念佛，与外界接触极少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修行的。出名之后，身不由己，与外界接触。 逐渐多了起来，认识的修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我发现几个奇怪的现象，而且这些现象比较普遍。比如，一，他们求得多。我见到的修行人，几乎人人都有所求，而且求的五花八门。 诸如求妻、求子、求富、求贵、求吉祥、求长寿、求发财、求升官、求孩子考个好学校，甚至求看病能碰到一个好医生等等。我想，这些修行人怎么不求道呢？念佛人怎么不求生净土呢？ 真的是修行的人多如牛毛，求道的少如麟角。偶尔遇到一两个真心求道的，我都如获至宝。二，他们话都多，他们说起来滔滔不绝，不说一两个小时是不会停下来，别人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。 有时候，为了礼貌起见，还得看着对方。时间长了，有点头晕，就好像进入了云雾山中。三，他们事儿多。这样形容吧，他们是心有千千结，事有千万个。 有的人心里的结太多了，不是有个词儿叫纠结吗？从这些人身上，我可知道什么叫纠结，什么叫纠缠了。就像乱麻缠在一起，解也解不开。四，他们烦恼多，事多，能不烦恼多吗？ 哪有那么多称心如意的事儿？不称心如意就生烦恼。好多到我那儿去的同修，都是倾诉烦恼的。我给起个名叫倒垃圾。我还特别设计了一个永远装不满的垃圾筐。前些时，我给同修们提了三点建议。 一是不要自己制造垃圾，也就是不要自寻烦恼；二是不要把自己的垃圾倒给别人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烦恼传递给别人；三是不要接受别人倒给你的垃圾，就是不要把别人的烦恼变成自己的烦恼。 自己要做得了自己的主。五，他们离道的多，就是空挂个修行人的名心不在修行的道上，修佛不在佛道上，修道不在道道上，修儒不在儒道上。这样的人，不求道。 不学道，不修道，他们只要“修行人”这个名沾点修行人的光，但不干修行人的事儿。尤其是遇到涉及到个人利益的事儿，心就更不在道上了。六，他们退缘多，老法师告诫我们。 在娑婆世界修行难，在极乐世界修行容易。难在哪里？恶缘多，诱惑多，五浊恶世已经浊到了极处，恶到了极处，极处就是到顶峰了，登峰造极了。 当今世界，各种各样的诱惑花样翻新，层出不穷。没有坚定信念的人，经不起种种诱惑，一被诱惑就中枪。尤其是财和色的诱惑，能够躲过这两枪的修行人为数不多，退员多。 这是娑婆世界的特色。每个修行者都时时面临退缘的考验。有的人顺利过关，有的人就地搁浅。七，他们贪念多，人到无求品质高，这是一句至理名言。 贪是三毒之首。修行人和贪沾一点边儿，法身慧命基本上就断送了。何况现在不是沾一点边儿，而是贪得太多太多了。记得二三十年前，听说某某局某某处长贪污受贿几百万。 不说惊掉了下巴也差不多。那时都是现金，几百万现金不敢存银行，往哪儿藏？装修房子装个夹壁墙，把现金藏在夹壁墙里。东窗事发，差不多把房子都要拆了，引起几百人围观，成了头号新闻。 看看近些年，从那些公开的反腐案件中，我们发现，区区几百万都上不了台面了，连小屋都够不上了。那大屋有多大？不说小屋见大屋吗？几百亿、上千亿。听说这些大屋中，不少人还挂个。 慈善家的头衔，我上面说了七个多，大家不妨悟一悟，能否帮助你进一步认识我的第六个感悟？修行者多如牛毛，得道者少如麟角。不求道，不修道，怎么能得到呢？ 感悟七，念佛是直接趋向大觉之路，往生极乐是第一的容易，第一的殊胜，极容易，极殊胜，两个极同时兼得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偶遇大师这样赞叹念佛。 是十方世界之所无，唯极乐所独有。如是圣意超绝，言思莫及，非心性之极致，持明之其心，弥陀之大愿，何以有此？偶遇大师的赞叹，发自肺腑。 感人至深。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是这样超情离间，这是极乐世界唯一独特的超异之处。凡夫往生都是不退转，并且寿命无量，所以都是决定成佛。这不是凡夫的思维心。 所揣度的，如果不是当人的妙明真心，众生本有佛性的登峰造极、驰名的奇异功德、弥陀大愿的红利，如何能有这样殊胜的妙果？这是阿弥陀佛名号、一成愿海、不可思议功德。 感悟八：不能以消业往生代替待业往生。有人说，不能待业往生，消业才能往生。有人说，待业往生是待善业。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经义。关于待业往生。 第二愿中的不负更多恶趣，和第二十一愿中的不负更三恶道，都表明往生的人仍带着再入三恶道的罪业。现因弥陀大愿的加批，往生到极乐，不再堕入三恶道，因此。 待业往生之说是肯定的，不要怀疑这个观点，在历代古德的伟著中都有论述，不能否定。关于带善业，待业肯定是指带恶业，若是指带善业，就没有必要说了。 关于消业往生，关于消业往生，偶遇大师是这样说的：念念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若人每天早、中、晚三个单元的时间都在念佛，每一念都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这样。 纵然念一百年，所能消的业，只是像人手指甲上所带的一点点土，所没有消的业，还像整个地球上的土。请问这些业怎样才能消光呢？因此说，千万不可以消业往生来代替。 待业往生，如果是宵夜往生的话，就没有净土宗是一行道之说了。关于宵夜，黄念老说：“我认为宵夜两字也有重要性。本院中的悔改，指二十一院的悔过，就表明愿意宵夜。” 只要你知道自己有业，肯去消业，正符合本愿的指示。这一生你消不完的罪业，不管有多少，在你往生的时候都可以带。阿弥陀佛给你全部承包了，全都可以托运。如果你有业，就是不肯消。 那你往生不了，因为你肯消业，才表示有悔改的行动，才符合本院的宗旨。因此，只要你肯消业，不管你还有多少未消的罪业，都可以带。如果根本不肯消业，那你也往生不了。感悟九。 念佛时即见佛时，见佛时即成佛时。净土中说：“念佛时即见佛时，见佛时即成佛时。”这句话，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人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可说是耳熟能详吧。 但是几个人解了这句话的真实意呢？大多都是说说，一划而过了，实在可惜。如果真的了解这句话的真实意了，这个人要不死心塌地的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那才怪了呢。第三次写副讲第六品经文的讲稿。 感觉到诸佛菩萨加持的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，大大小小的灯泡一个接一个的亮。我明白了，念佛时就是成佛时。我明白了，净土法门比禅门还顿。为什么？禅门是顿悟，开悟之后。 才说是心是佛，而净土法门念佛时就是成佛时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因果同时，这是净土念佛法门独家所有的。我明白了，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就是你才发菩提心。 就已经成佛了。这是圆顿教的圆顿法。一声佛号一声心，声声佛号摄自心。你发今生成佛的心，发度众生的心，发祈愿一切皆成佛的心，你一发心就成佛了。 我明白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全体显现的，就是妙明真心。我明白了，密宗的莲花生大事，就是大日如来，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。极乐世界的九品莲花，正是彰显大日如来的密意。 莲花最秘密，最吉祥。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手托莲花接我回家，我在莲花里化生，花开见佛，太美妙了，太殊胜了。还有比这更殊胜的事情吗？没有了。千万记住，不念佛时你是你。 念佛时你是佛，念佛成佛。感悟时，修道之难，难在何处？现在修道真的很难，难在哪里？难在如何分辨善知识和恶知识。我们说要尊师重道。 可是你尊的什么师，你种的什么道？这个师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，你分别清楚了吗？现在可是龙蛇混杂呀！现在就有种种的恶知识，经过包装、改头换面、摇身一变，以善知识的面貌出现。 他们自称法王、活佛、种种大法师，而实际是假冒别人商标和包装，贩卖假药的恶知识。要提高警觉，可别上了贼船。如果你把恶知识当作善知识，你尊重他，供养他。 你从他那里得到一点邪道，你按他传给你的邪道走，你最后的结果，就同《楞严经》所说的：“师及弟子俱陷亡难，死堕无间狱。”十法界诸趣都有恶之事，如天去的，如天魔；人去的。 假法王、假活佛、假大师、假大德，还有道明七世、为非作歹的假佛徒等。修罗去的，如扰乱正教的阿修罗；畜生去的，如中国北方的黄、白、胡、柳；鬼去的。 如种种邪恶鬼神，地狱里没有恶知识，因为他们不自由。总之，向你传授邪知、邪见、邪法的都是恶知识。能说不能行，光说不干的是恶知识。贪财好色的是恶知识，挑拨是非。 破坏和合的是恶知识，爱说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经常说别人过失的是恶知识。经常编造谎言骗人的是恶知识。什么是善知识呢？能够帮助你今生解决生死问题的是善知识。 向你传授释迦牟尼佛正法的是善知识，教你依教奉行的是善知识，教你尊师重道的是善知识，教你念佛成佛的是善知识。感悟十一，弥陀圣心震撼虚空。 什么是弥陀圣心？每条愿都是为饶益有情，每条愿都是愿供众生究竟成佛。这两句话就是弥陀圣心。阿弥陀佛，大愿之王，四十八条圣愿，正是弥陀万德圆明本心的流露。 每一条愿都超情离见，不是众生妄心所能揣摩估计的，这是彻底的、究竟的殊胜方便。任何殊胜方便都超越不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殊胜方便，因为四十八愿中的任何一愿。 没有一愿，不是为了给予一切众生殊胜永恒的真实之力。弥陀圣心震虚空，四十八愿度群蒙。愿愿祈愿皆成佛，愿愿饶义诸有情。我读大愿心感动，落实付诸行动中。 弥陀为我发大愿，我报佛恩，今成佛。感悟十二，一成愿海，原明具德。弥陀大愿，概略的说是四十八愿，细一点说，四万八千愿都不止，是无量的愿。 不可计数，所以用怨海来形容大海，浩瀚无边。弥陀的大愿就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。弥陀的大誓愿海也称为一诚愿海，一成是成佛，愿是四十八愿。 无量寿经第六品，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全说出来了，愿愿都兑现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弥陀四十八愿你全得到了，他所发的愿我们受用到了，一成愿海，是净土法门的宝中之宝。 王中之王，心中之心，妙中之妙，无量口，无量舌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也赞叹不尽弥陀一成愿海。这句阿弥陀佛佛号为什么能量这么大？因为这句佛号就是阿弥陀佛的一成愿海。 一生圆满成佛，显示在四十八愿当中。修行的方法，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。这句名号，是阿弥陀佛正德的究竟果觉。无量觉是佛的果德。我们今天用佛的果做因心。 以果为因，因果同时，从果起修，即修即果。这一句“阿弥陀佛”就是成佛，佛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成佛。举个浅显的例子说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好了馒头，这个馒头。 就是阿弥陀佛亲证的果决，只要我们肯吃这个馒头，我们就成佛了。可惜的是，有人不肯吃啊！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具足显密禅净无边法门的一切功德、一切妙用，所以巨富凡夫。 只要信愿持名，临终自然众佛接引，待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虽然仍是凡夫，却已未证不退。虽有重罪未消，但决定不堕三途。花开见佛，顿悟无生，常居光中。 决定成佛，这都是佛号的原名具德，一成愿海的原名具德。只要深信切愿，便入弥陀一成愿海，这就是入了弥陀智慧功德之海。恭喜你成佛了。 写完学习第六品经文的十二个感悟，我既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，又有感慨万千的沉重感。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是第三次写第六品经文的讲稿如此之顺，出乎我的意料。 写前面几个专题讲座的讲稿很费劲，字不是写出来的，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，脑手不同步，脑快手慢跟不上趟。写完几个专题讲座的讲稿，有一段时间手不会写字了，连抠都抠不出来了。 我想，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，我该回家了。于是，我打了个妄念，菩提心安排，让我三月二十九日、三月三十日、三月三十一日，把理念与践行的第九集、第十集、第十一集讲圆满。我的妄念就是。 三月三十一日，第十一集讲完，这个专题讲座就圆满了。我就在讲座上自在往生，可惜阿弥陀佛没来接我，只给了我四个字：不急不疑。三月二十九日，第九集讲砸了，至今。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，五个多月过去了，这三集还没讲。一要讲就出点小差错。第九集讲了一次，效果不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挂网只挂到第八集，剩下的三集什么时间讲，什么时间挂网，还是个未知数。 耐心等待吧。我之所以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，是我放下了心中的一块石头。什么石头呢？就是第三次副讲稿要写多少集，我不知道。初步估计也得接近百集或过百集，我担心。 手哆嗦，完不成讲稿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，情况是这样的：我二零二三年四月二日动笔写稿，到今天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，将近五个月时间，现在是写完了前六品经文，一共三十二讲，计二十二万字。 照目前情况看，第三次复讲稿顺利完稿应该不成问题，我有这个信心，所以，我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。感恩诸佛如来的强力加持，感恩龙天护法和诸护法善神的强力护佑。我之所以有感慨万千的沉重感。 是因为末法众生刚强难化，离苦太难。法藏比丘用五劫时间，为我们打造出一所殊胜无比的一流佛教大学——西方极乐世界。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，脱离六道轮回。 可是，末法众生太刚强难化了，难化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化在众生顽固的执着，我知我见。什么叫学佛？学佛一定依佛所说的，这是学佛的第一个条件。信佛，信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必须知道。 佛所说的是佛的境界，是佛亲证的，是佛的政治政见。有时候跟我们的想法看法不一样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道，是我们的想法看法错了。佛是绝对正确的，请注意“绝对”二字。这就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。 放下，采用佛的正知正见。如果我们要依自己的知见，不依佛的教诲，这叫自作孽。自作孽的结果就是必受苦报。所以，信比什么都重要。有人曾经这样对我说：“偶遇大师讲六个信。” 第一个信不是信自己吗？可是我们知道吗？祖师大德让我们信自己，是信自己什么？是让我们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不是让我们信自己的知见。为什么？当你未修到阿罗汉位时，汝意不可信，不可信汝意。 也就是说，你的知见是错的，不可信。可是众生顽固的执着我知我见，太刚强难化了。我学佛二十多年，来到老岳山这个小道场六年多了，建六合镜僧团。如果从二零一九年开始酝酿算起。 已经五个年头了，正式入住六合小院也三年多了，真是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。如果有人问我，学佛二十多年，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？我的回答是：末法众生的刚强难化，这个感受太深刻了。 可以说刻骨铭心了。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末法众生是怎样的刚强难化。学佛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，这个两条路，你走通了哪一条，今生都能成就。如果这两条路你都不肯走。 或没走通，你今生成就无望。哪两条路呢？第一条路，亲证。亲证就是你自己亲自证得了，证得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谁证得了？诸佛菩萨。有我们身边的例子吗？有，上海下贤老和尚。 刘素清老居士，他们亲政了。你是什么根基，能不能亲政，我不知道，这要问你自己。第二条路，养信。养信就是信佛所说，就是相信佛所说的，是真实语，对佛所说的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。 完完全全依教奉行就成就了。你信佛说吗？第六品经文，我复讲了八节课，感悟讲了四节课，一共谈了十二个感悟，我自己都吃惊了。这一品经文怎么这么多感悟？在这里。 我可以坦率的告诉大家，这十二个感悟的题目都不是用思维想出来的，是自己冒出来的。我们回忆一下这十二个题目：一、法藏比丘和世间自在王佛是师资道合的最佳典范；二。 惭愧之心油然而生。三、学习法藏见行动，打造人间极乐园。四、学佛人切记，不要走入误区。五、大道就在平常中，老师念佛暗合道妙。六。 修行者多如牛毛，得道者少如麟角。七，念佛是直接趋向大觉之路。八，不能以宵夜往生代替待夜往生。九，念佛时即见佛时，见佛时即成佛时。十。 修道之难，难在何处？十一，弥陀圣心震撼虚空。十二，一城怨海，圆明具德。当我把十二个题目写出来时，我豁然明白了，这十二个题目太妙了，真是妙不可言。 妙在契合当前的实际状况，太接地气了。我想这些感悟会多多少少帮得到我的同修的。但愿这些感悟能成为真正学佛人的共同感悟，这是我的期盼。佛门自有后来人，净土法门。 自有后来人。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